我在国外经常睡不着觉，但是我经常梦到你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分别的时候。 在一面镜子前面，我看到沙发上有一个人，但是光线很暗，我怎么看我也看不清他的脸。 最后灯亮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是我自己，穿着你穿过的旗袍和丝袜。 That's where